刷一波你们想。但我问你们一个，女神节快乐是不是就是那啥吧？妇女节的话，我也不是妇女，是不是？女神节的嘛，那一天3月8号都是女神，不管这个整个世界的女神都是女神节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管你是老的小的，都行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说这朵花我可以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家叔叔阿姨们，我的阿姨和姐姐们，你们给我一点意见。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收下的，你们就扣个一。不要怪了，不要。可以收下的你们就打个收下。但是收这朵花并不代表什么吧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要问清楚呀，这个我要问清楚才可以呀，不能这样子，这好像就是花不能乱接受的呀。你问一下家人们呗，家人们可以收的，你们就扣打个收下也可以哈，打个收下或者扣个一也可以，你们说吧。不是我听说，我听我朋友说花什么都可以随便接受，但是花不能随便接受呀。因为3月8号那一天不是你们女的最大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做你们的朋友应该就是给你送一点花呀，送点更好的呀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想那个跟你那个表白或者求婚的嘛，我只是因为你是女神节，所以给你纯纯的送一束花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向你表白，我肯定不在代表接受你。你们说我接受了这束花，就代表了那个啥吗？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呀？是不是呀？是不是这样子的呀？我都有点搞不懂了，叔叔阿姨们。别人也在送。谁在？哈哈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咱们其实啊，如果我真的想，是吗？如果我收下这束花，我就代表了那个吗，叔叔阿姨们？那代表也是更好的呀。不行啊。对，代表是好朋友啊，家们代表是好朋友。代表好朋友。家们，你们全凭口一不收下嘛，是不是？如果真的我有那么一天向你表白的话，我肯定不在我这个公司里面表白的呀，对不对？这只是纯纯的女神节，所以我就给你送一束花，哦，懂不懂？收不收，家们？你们说收不收？收的话打个收吧，我就听你们的吧。家们，你们看一下嘛，喏。女神节嘛，对不对？希望你永远都像这朵花一样美美丽丽、漂漂亮亮，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，苏珊嘛？哇，现在那么多人啊，收下呀！哇，我们直播间好多人哦。他们都在打收相，收相是不是？你不能上就……那我收下了哟，我收到了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了，家人们，真的。就算啊，叔叔们，就算你这个我送他花，就是代表那个意思，那也是很好的呀，对不对？不，那个意思是不行，那个意思的话我就不能收，那个意思的话不能收。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如果就算这束花送给你，就是那个意思，也是很好的嘛。不是你今天。咱们这一路走来坎坎坷坷，什么都走过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真的不应该。这个。不是啊，你姐还是哥哥啊？对，收下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劝一下嘛，家嘛。你今天真的不应该这样子，你应该不要开直播，有什么事提前要跟我商量一下，因为这我都不知道你本人说是你说你要接我下来。晚上好呀，浩特姐姐，晚上好。本人说你要接我下来玩，我以为你是真的纯纯的接我下来玩，然后没有想到你给我买了这样子，你跟我来个这么个情况，买了一束花，我觉得。我都不知道了，我都懵逼了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我，是吧？就是我们，我知道你平时就是帮了我很，也帮助过我很多，对，节日快乐送花的嘛，那人家都说了，是不是？但你跟，来，家们全别打一波收下，好不好？打一波收下。但是我感觉这事我一个人说了，你们知道我说不通的啊，还是你们要支持一下我才行的嘛。你们不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就送一束花都被拒绝，那也不是个滋味啊，所以你们全凭打一波收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谢谢。
不是，我知道，就是平时你一直在帮助我，然后对我很好。哎，不要紧张，但是这个跟你说一说话有什么那个嘛？因为你也知道我又没有收过花，是吧？我从小我这么大，我来家人们支持我的就打一波支持好不好？我就啊，那么漂亮的鲜花，鲜花配美人，什么怎么说的呀？嗯，反正我。我这个人，家嘛，其实我这个人有点傻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也说不出那句好话。哎呀！哇，那么多人打支持了。不要你，不是你。家嘛，你们太给力了哟，真的太给力了。你以后能不能做什么事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开了直播，然后直接这样子。搞得我好尴尬呀，真的。家们其实啊，别的都可以商量，这些惊喜不能商量呀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跟你商量了，我给你送东西，你想到我给你送东西，这就不算惊喜了，就迹象了，是变成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你知道我，真的我，这么大以来从来没有收到过别人，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花，嗯，何况是你这束花这么漂亮，应该是很贵的吧？因为你很漂亮的嘛，对，不知道才叫惊喜呀，是不是？我跟你商量好了，你同意我才送，那不就惊喜了，苏珊，对不对？可以的。哎，苏珊们，你们说我收不收呀？收的话，全品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苏珊们支持我扣的，支持我收的。家们就看你们的了啊。对，如果你们让我收的话，你们就扣个一吧，或者打个手下也可以。你看那么多人都打扣一难道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一定要收哇，那么多人打扣一，那收下呗。咱们今天这是女神节嘛，就是开心一点嘛。那我问一下家人们，就是我收了这朵花就是不代表什么吧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是的话你们就打个是。嗯，咱们打一个是啊。我收这朵花不代表什么吧，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什么都不读的，我这样子无缘无故收了一束花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。可以，怎么不可以？朋友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家嘛打一波是啊。是的话，你们就打个是吧。肯定是的呀，家嘛都他们都是过来人，他们做过的事啊，他们表白过呀，他们浪漫呀，他们什么都懂。所以你提他们的绝对没有错啊！我肯定是要提他们的，因为他们是过来人嘛，他们才是什么都知道。你干嘛？没事。你怎么那么混呀？你只能给你提下私的哟。其实我也有点那个的，因为我第一次送花给女性。家人们，你说你都混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。那就收下呗，是不是？家人们都还是等着呢，好不好？来，家人们，那我收下了哟，家人们，那我收下了哟。那，我就跟你说，希望你越来越开心，祝你女神节快乐。那我就说，这花送给你。对，大家不收下吧，啊，苏珊们。这不的，又怎么了嘛？都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脸都肯定红了呀，是不是？哇谢谢谢谢谢送的花花，哇一个不能在这那个以后哇谢谢，那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哦，知道吗？谢谢我们这个姐姐啊，饮水姐姐一直都给我送礼物的，谢谢。哎呀，拿去吧，阿妹。祝你女神节快乐，希望明年的女神节我照样还是给你送花送戒指。啊哦不是阿妈对西花配美女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收下了哈，对，收下了，谢谢你的花哈，谢谢你的花。咱们这是不是
是不是代表了什么了呀？你们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是不是？什么？他都接受了吗？都可以说出来了。不是你说不能这。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，家人们。不是家人们，不是说要收下这束花是代表女神节快乐吗？然后也不能代表是什么呀？收下就对了。啊，家人们说收下就对了。我收下了呀。嗯，收下了啊。十三嘛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哎，代表友谊，谢谢，对，代表友谊吧，我爱情花嘛，对，就应该也可以这么说的啊，代表友谊，爱情花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收下了嘛，咱们就隔山一寸楼了啊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？你看你买这么大的花，谢谢谢谢，刚才那个什么的，感谢你们送的那些礼物啊，谢谢，让你们破费了哟，十三嘛。我真的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子的花，然后而且这么漂亮，然后你这个应该也是很贵的吧？不贵。真的，说实话，叔叔阿姨们，真的我有一点点感动呀，真的。不用感动吧，是不是？不是真的，有一点点感动，真的。哎，我给你送个花，你怎么就那个呀？是不是不能这样啊？等一下被关进小黑屋了，咱们不能给叔叔阿姨们鸟了呀？这样的话。没有没有，就是。嗯，我觉得吧，现在那么多人在看我们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就是我只是觉得，感动就对了。家人们，你们太那个了，感动就对了，家人们说。哎呀，没有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其实这个今天这个花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收，然后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说。收下怎么样子的代表友谊嘛，然后我就收下了嘛。但是，确实啊，你这个真的，哎呀，我有很多话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，真的。谢谢家们，其实，一开始阿妹生病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都很担心嘛。现在她变得那么好，我们也很高兴啊。但是真的有。我觉得他收下花应该还是对我们希望还是有点有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真的很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真的每一个都是对我那么好，真的。不然嘛，那不嘛，那我谢谢大家哈，感谢你们叔叔阿姨们。没睡你出来对了的。那你。直播间有我很多的姐姐和阿姨们呀，他们，你这公司里面有没有可以他们能用得上的呀？你可不可以给他们送一点呀？因为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我希望我拥有的他们也能够拥有。你的意思是我还是送花给你的家人们还是？不一定说要送花呀，是不是就是？你的那些，你不是你公司里面有很多东西吗？有啊。就是我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用得上的？如果有用得上的，你就可以，可不可以给他们送一点呀？就可以不可以给他们上一点呀？可以呀。可以吗？但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可以的吗？对，因为我的家人们，我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们，就像比我的亲人还要好，所以说，我想。我开心也让我的家人们也开心一下。哦，你的意思说，我给你送一朵花，你让我送一点给家嘛？对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。行，只要开心，叔叔阿姨只要开心，怎么样都好，好不好？嗯。对，既然你们都看到阿妹，我给她送花了，她也接受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也会肯定，既然阿妹都说了，我让我给你们送一点，那么我就送一点，好不好？是三妹，你们好的话打个好。好的话打个好，你看这个就是，是三妹好不好？好的话打个好，咱们全屏打个好，好不好？是三妹，我们既然我也开心了，我们一起开心。谢谢。我也想让我的姐姐阿姨们开心一下。嗯，姐姐和阿姨们，我也想让你们开心一下。好，那谢谢大家哈，感谢你们。我们就送给这个吧。对啊，就这说。知道。我的就连着四个再说。谁说？嗯，你抽个的。
你这个挺好。那加盟我就给你们送，我们每一家每户都要家家都要用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你要送这个吗？对，我就送家们洗衣液。你这个不是上次你拿给我的洗的那一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很香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嘛。香的。对。但是。你叫个家们看，但你这个是送不了吧？送，我可以。家们，其实你们现在有那么多人，是不是啊？只能我就给你们，送福利啊，送福利，好不好？没有上链接，可能你就随便拿一个链接。杀在那里吧，好像不然的话不能出来吧。不能出来吗？对。那家们，我先送，我就送啊，送一送，我能送我就送。不能那些过得去。好不好？哎，都过得去说的那种。不是你这个送不了吧？送能送，只要反正我反正这两个孩子真诚，谢谢我们一岁姐姐，感谢你今晚上送来的礼物。谢谢叔叔阿姨们。哇，你这个要送这么多吗？对，这那送的话肯定要让家们都送一个那个福利送嘛，是不是啊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小苏打洗衣液，小苏打洗衣液，叔叔阿姨们。家们，我就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啊。反正你们都这个之前那个是不是啊？你算拿来给我用，很好用的。一桶是4斤。4斤啊。对，之前我就给你们送福利啊，送福利，家们送福利，你们，我希望你们必须都收下，这样的话我的心里面也过得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4斤。同时跟他说。平时我们在这个实体店里面卖的就是39块钱一桶的。对，这个是很贵的。今天的话，我就给你一桶。啊，你是哥哥是不是？啊，哥哥，没事啊，家们没事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开心就好嘛。这一桶就是4斤嘛，今天就我给家们上4桶，这个4桶就是16斤了嘛。4桶那39块钱一桶的话，4桶是多少钱了呀？你不要那个按那个算了，100多块钱嘛。还有，我就给你们送这种包装。这个是500克一袋的啊，家们你们看一下，这是500克一袋的，然后我这就给你们再送6袋，是不是就这么多？啊，我那个是哇，你是对，不是你这个4桶这么大4桶，然后还送这么小的？对，这个小的就是500克六袋一袋的啊，送6袋。给你妈。还有这个那个洗衣液的那个香皂2个，就这么给你们送。但是我只是给你们发福利啊，只有给你们上10打吧。那现在这个档头的就4桶。那你这个算下来，平时住外面买的话，200多块钱了呀。对，一直装的就是6袋。家们你们听好了啊，这是洗衣液啊，洗衣液，然后送两个肥皂，很香的。节奏日果果。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，59块钱，就给他们送福利。你这个福利也有点大了吧？是。这么多4桶大的，然后6袋小的，然后再加2个香皂一支。平时住外面买的，平时住外面买的价值200多到300多的，今天只要59块钱了。对，实体店里面买的话300多吧，差不多。家人们，想不想要？想要的扣个一，只有上10的是吧？来，家人们，想要的扣个一，想要的姐姐阿姨们扣个一。你们拿回去用了，你们觉得不香或者洗不掉，你们用了还是可以直接退的啊。我直接给你们上10的，叔叔阿姨们。想要的可以，我们备注一下，59块9卖。哇，大叔这是看20多G的东西了啊！我给你们上链接啊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样，到手就是11样东西了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59块9，到手就是11样东西了。哇，这个来，家们，我给你们上链接，你们自己去抢啊！这个大概大包小包一起的话，大概就是20多G的洗衣液。对，已经给你们上链接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赶紧去抢哟！多的我也送不了，但是这些福利我还是送给你啊！所以祝你们每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去抢一单。家人们，这样的话，你们看一下，我的心里面也过得去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太划得来了，真的买到就是赚到，这样子的大的，这样子4桶，对，然后再加这样子的6袋，你们看一下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然后再加这样子两个肥皂，家人们太划得来了，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，哇！
你们去这个好香啊，这个洗液确实很香。那咱们其实你们想啊，不好使能退可以退。你们用过了，你们觉得不好用，或者不香，你们可以用过了，你们还是可以退啊。我只有八单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只有八单了哈。我在这里面给你们发的福利嘛，我跟说到就做到，好不好？你们，我希望你们每人去排一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上次你买的那个泡茶喝的，有肯定有，你要吃的时间长一点哈，喝的。对，你们要加油啊，你们要努力嘛，是不是啊？要不我跟。